大家好，我是黑鬼儿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燕婷跟巨源的家。那为什么我特别要来他们家呢？因为我知道燕婷非常喜欢吃咖喱饭。我这边呢准备了四款我当时呢从日本买回来的咖喱，今天要来跟他们一起开箱，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到底准备了什么。这个是超恶的便便，它是倒出来呢听说会很像便便。这个呢我是希望等下孕妇不要不舒服啦。再来呢是这个，它是史莱姆，是蓝色的咖喱，倒出来好像会长这样，看一下。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十八禁咖喱，听说呢超级超级辣，连我自己都还没吃，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等一下应该所有我们不敢吃的都会变成巨人吃，因为毕竟现在燕婷是孕妇，我们不能对她太严格。再来呢，这个其实是我之后自己加码的，我之前拍我日本最爱买的十大商品之一呢就有介绍到它。然后呢我分别都帮他们四个取了名字，像这个平凡无奇打开惊喜呢就是这个我很爱的这个日本咖喱包。哎哎哎，小姐你干嘛？你在录影啊？我在录影啊。我要喝胶原蛋白。我要喝胶原蛋白，好，你继续。吓到你了，不能让你们知道我准备什么吗？冰箱坏了，冰箱坏了。如此日常的他。嗯。你小心，小姐，你后面那个电风扇。还在路上，对，别叫巨人来，他会生气。那先放旁边，好，先放旁边。你煮，我来修。你煮，好好好好，那我继续哈。再来呢是这个开开心心、兴奋热情，就是这个。好，不能偷看。生活日常每日必须，这个。成为勇者的经验值，就是这个。好的，等一下呢，我就让他们来选择。看啥啊，破哥啊，看你前一杯胶原蛋白是不好。开始。成功了。我冰箱还有马铃薯猪骨汤呢。小粉丝。不要，不要录啊！我没穿衣服啊！我帮你盖住了。不是重点是你不穿衣服，影片有少吗？一二三，左边右边，一二三，左边右边，哪一种下？我先出去。他又放了两个屁，还给我活活那边。好，我现在呢即将要把四种调理包给倒进来。第一个呢就是十八禁啦。哦，看起来很正常哎，我闻到十八禁的辣度了。好，再来是这个超好吃，而且一定要买它的中心，不然对我而言会太甜。Oh my god， 它这一包呢，其实平常我跟猫星人的话呢是两个人吃，因为它真的分量很多。再来呢，我不知道这包是什么哎，啊天哪，是史莱姆，我看到了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便便咖喱。其实我还蛮怕这个的。其实便便咖喱，如果我没有把它弄得很像便便，其实好像也看不太出来哎。但我觉得目前这样看起来最可怕的应该是史莱姆咖喱。便便咖喱、好吃咖喱、十八禁咖喱、史莱姆咖喱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把这四款拿出去给他们试吃。我要放屁了。啊！今天呢，谢谢燕婷跟巨人参加我这个挑战，是应该是谢谢我们借用你厨房吧？你还乱入哎！今天呢有四种咖喱，然后因为你们分别也都不知道什么是什么，我先讲，反正都是我在日本买的咖喱，是好吃的吗？是过期的吗？没有过期，差两天，差两天，先来读一遍，来这个燕婷先来，生活日常每日必须，成为勇者。的经验值，对，那是臭咖喱吧？平凡无奇，打开惊喜，这一定也是臭咖喱。开开心心，兴奋热情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布，居然来这四款，我要吃这个。平凡无奇，打开惊喜，三二，哇，感觉很棒哎，牛肉的。我是不是应该要解释它到底是什么？只能说巨人抽到了天使签，这是唯一一个正常的。对，好，开心啊！老
我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啊，你吃你的。那我不能吃啊。你不能吃，你没抽到它。我个人觉得有点小辣，但是我觉得它是最好吃的。嗯，你不要吃太快，不要吃太多啊！我每次跟猫星眼都吃到不要不要。爸爸，我想，为什么是赢的人最后才选啊？好爽！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刚才问你们呢、啊。好，不然这样，我们给孕妇一点 service， 你选啊，来这三个，开开心心、兴奋、热情。来，邀请老公帮忙，我要放屁喽。哦，这个，我这感觉像喷呢，味道很差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它是疑似很辣，但我不知道到底多辣，所以你小心。就是那个十八禁，但不是最辣的那个。你怎么这么兴奋啊？你每次都这个样。你先沾一口，你先沾一点点就好。对，好，真的，一起加点哦。但因为今天是孕妇的关系，我们会放过他。那我们请巨人帮忙吃一口，不要吃太大口哦。哦，一小点。好，因为我们都不会吃辣。哦，它是后劲啊！哇哦，好来一起，快瞬间热哎，身体热哎、嗯，这个我妹可以，我脸麻了，哇，瞬间一个热哎、欸，我想吃一口，啊，还不，还孕妇可以，小心啊，这还是有点辣啊、哦，还是很好吃哎，这个超好吃，另外两个怎么办？你还是直接夫妻一人蹭一个的、啊，我要生活日常嘞，好，三二一。我跟你讲，我原本以为它会很夸张。你要先吃还是我先讲？你先讲。便便造型的咖喱，它挤出来其实一点都不便便呢、啊。那这个你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应该还蛮 safe 的？你不要再吃了，那个留一下啦。这个是便便咖喱，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蛮正常的，不好吃。真的、哦、不好吃，来老公吃一口，味道有点偏向印度式咖喱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有点辛香料重。我被这个东西害到我现在什么都分不出来。好辣，它也没有说难吃，可是就是有一个味道。哇，这真的很重度的咖喱。成为勇者的经验值，三二一，啊，当，这是什么啊？史莱姆啊，史莱姆咖喱。好吃、哦，该不会是好吃的吧？所以不要以貌取人，它只是颜色怪吗？这包这个洋葱味很重，你别吃这个。我吃一口看看。但为什么上面没有眼睛，没有嘴巴？它很东南亚味，就很怪。我用闻的，好，我用闻的我就知道了。它那个颜色真的看起来超级不可口，超级恶。会不会其实真的最不好吃的是便便啊？不好吃是便便，我也觉得是，我也觉得。因为辣咖喱，如果有些人真的强调咖喱是辣的，应该会很好吃。那、啊、你觉得嘞？这个最好吃、啊。那废话，排行吗？我觉得可能会选这个吧。好的，这三款呢，其实到日本还蛮好买的。希望今天二位夫妻吃咖喱有吃的开心啊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哦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谢谢燕婷巨人，拜拜。拜拜，这个好吃。还在吃。你看第几？哎呦，你好，闻到香。